于祥全当爸，柔柔三个月孕肚现形。小两口置产千万豪宅喜讯铺。38岁星二代于祥全去年与小12岁的女友柔柔订婚，两人交往5年。爸爸于天近来向三立新闻网独家证实准媳妇已怀孕3个月，预产期在11月24日。柔柔事后也发文分享当妈心情，如今跟于祥全被拍到现身大安区咖啡厅，孕肚现形。15日下午，于祥全拍下限动透露跟柔柔现身大安区咖啡厅，他身穿黑色短袖衬衫、黑色长裤，柔柔则是身穿小鹿相间的高领服饰、深色皮革短裤裙，看起来小腹为图。小两口也被依萍拍到在店外闲聊，柔柔不时地坐在户外座位上与店家招牌合照，过一会又坐在地上摆出网美姿势拍照。不久之后，于祥全独自步出咖啡厅，走至一旁的特斯拉座驾，帮柔柔拿了一个粉色化妆包回咖啡厅。小两口与友人继续享受网美的下午茶日常。而于祥全将在11月当爸，他也透露目前正在物色房子，打算搬出老家，但基本上还是找北投的房子，市价上千万跑不掉，希望能就近照顾爸妈，因为爸妈年纪都大了，还是需要照顾他们。对于宝宝性别，于祥全表示男女都可以，只要小孩健康就好。感谢您收看 MonTV 新闻频道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和关注，每天更新最新消息。在评论部分，让我知道你的想法。